本分局在今天下午一点多接获一领报案，称捷运建潭一号出口旁的路口有民众遭抢的案件。那本分局获报之后，立即启动线上快打警力前往拦截为主。那经查，卓姓犯嫌见到被害人将车辆停放在路口的时候，见状从右后车门强行进入，并且强勒这个被害人的脖子取得财物。那一旁行经一旁的路人见状被害人的呼救，那见义勇为上前协助围捕，并且报警。那本分局警力到场之后，有成功压制逮捕这名犯嫌。那经查，这名卓姓犯嫌因为涉嫌毒品案件，遭桃园地方法院通缉在案。那现场起获毒品、吸食器等赃证物，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方法院来归案。那本案的部分，另依毒品以及抢夺强盗等现行犯，逮捕移送士林地检署做后续的侦办。